增驾驶总管这些环境信息，自主控制车辆进行变道、加减速、出入车站等功能。我们车上有一个无人零售会奖励注册了我们的手脉，可以通过扫手认证和 Aptica 了。选址商品柜子里面有一个 AR 摄像头。那些我在空间我哎呀摄像头可以360度识别商品，实现自动。